道是怪兽。好了，不行，我们要想想办法。对了，召唤蒙卡车神。凌空巨神，这是我刚刚召唤出来的，这个也太大了吧！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回去看看吧。小童玩具，小朋友们，这就是我刚刚召唤出来的蒙卡车神，据说它叫凌空巨神。据说它的同款系列还有12款，那我们来看看凌空巨神吧。哇，里面有好多东西呀！呀吼！首先是一张蒙卡车神的卡片，反面还有图案呢，是金刚雄狮。这里还有一个迷你的汽车机器人，是黑色的，看起来很酷。接下来我们给它变成小汽车模式。变形非常的简单，汽车可以和蒙卡卡片进行合体。那我们来试一下。哇，有点翻车了，再来一次。哇，好帅呀！这边就是我们的主角了，凌空巨神。现在是它的机器人形态，我们给它变身成为车形态吧。后面的杠杆立起，头部向里折叠，头部完全下压，双脚向里折叠，两腿中间闭合，左肩的翅膀折叠收起，身体和肩甲向后固定，右边变形方法和左边一样，货道可以收起。蒙卡车神汽车模式变形完成，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它的轨道模式进行冲刺。车头前面摆上蒙卡卡片，小车放入轨道，准备出发。今天的凌空巨神玩具也太好玩了吧！朋友们，喜欢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哦！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